队长是阿金，队员是阿奇，队长是阿金。哎，怎么上帝决定我就队长了？为什么是我当啊？你成熟，你稳，你成熟稳重，落落大方，英俊潇洒，说话的你唇红齿白，身材娇小，黑腹难搞，水眼睛水汪汪，皮肤又咪咪啊！吐槽不手软，骂人不眨眼，吃饭吃很慢，洗澡洗很久，选你当队长当然喽。选你当队长当然了，可以不要，可以你不要以为说这么多我就听不出来里面有很多不是称赞我的句子。笑，登记完毕，我跟你们确认一下。哦，队长是成熟稳重、落落大方、英俊小小、说话得体、唇红齿白、身材娇小、黑腹难搞、眼睛水汪汪、皮肤又咪咪、吐槽不手软、扎人是什么骂人不眨眼、吃饭吃很慢、洗澡洗很久的阿金。哦，管家很强哎。队员是阿奇对吧？哟，管家爷爷，你该不会记进去的东西全记住了吧？是的，完全正确，正确你个头了。为了管理方便，我们会把队长的名字放在第一，队员的名字放在第二。你们组成的名字叫做点点点，惊奇，惊奇啊、好名字！天哪，真是煞气的队名啊！真的，你傻了，这是啥奇怪的队名？话说阿去哪里啊？阿金阿奇，阿金阿奇。我这样子我也很想唱《瓜牛与鹰》黄鹰鸟，阿门阿钱，啊，一颗小葡萄，举凡名字中有阿有鹅的有小的全部都删除。我说这样太坚强了。还有管家爷爷，你的歌词也唱错了吧？算了，队名什么的我不是很在意。看看时间，哎呀，报名截止，那么各位勇者就到宫殿李白吧，很快就要进行比赛咯，要进行比赛了。我们惊奇队要比赛了。哎呦，他们在跳哎。哎呦，你们跳得过我吗？我可以跳到墙上哎。好啦，走了啦，不要再跳了啦。喂，我们也进宫殿吧。我们也进去了。噔噔噔，欢迎勇者莅临。哎呦，女主人，宫殿果然气派。勇者们都到齐了，这里是宫殿一楼大厅啊。现在带各位前往比赛会场，人太多太复杂了。等一下进会场，所有队伍集合。我们要跟他们走。等一下先跟女仆搭讪一下，我们就是要脱队一下。哎呦，欢迎啊！他只会讲欢迎而已，真是的啊，真是。等一下，说不定会有其他的。我们要不厌其烦的跟他们讲话，不厌其烦有没有？喂，真的都没有哎，这些女仆应该要讲说主人欢迎回来啊啊、哦，修金山嘛，怎么没有？真的太令人失望了啊、这些女仆不及格啊，不及格啊，不及格，喂，都没有哎，没有一个有问题哎。这些女仆没有一个有问题，真是太可惜了，都没有问题耶，都没有问题哈，看来我想太多了。好了，走了，我应该要跟上去了啦，不要理阿金了。喂，要融合了，要合体了。这里是比赛会场，共有五个关卡，比赛采淘汰制啊、在最后一关获得胜利的队伍即为最后的胜利者。还有。露米公主殿下会从你们进宫殿去观察你们，请你们好好加油。公主殿下真是神通广大，笨蛋应该是用监视器吧？这个露米公主殿下也是学习魔法的魔法师，所以公主殿下当然是用水晶球将魔力除尘，然后用监视器观察你们。说到底还是监视器嘛。我说管家爷爷，你不必解释了吧？好，那现在流程啊、请用一分钟讨论你们的队呼，还有队呼什么惊奇啊！我们又不是国高中生玩闯关游戏，蛮有趣的嘛。阿金来想一下啊，计时一分钟，计时开始。就不不不不，不要啦，不，我说 every 比较好啊。好了，就随便你啊。天哪啊，时间到了，请照说出队名加队呼。首先是巧克力布丁队，巧克力布丁，巧克力
布丁、巧克力、布丁，一定赢！众人拍拍手，要存档吧。下一队 ，Hello， 你好吗？真衷心感谢，珍重再见，期待再相逢。哦，下一个，下一队，焦糖，焦糖，什么？马奇，马奇，马奇，焦糖，躲躲躲躲，焦糖马奇躲，躲躲去哪？嘘，闭嘴。焦糖玛奇朵，第二杯半价。第二杯半价。我也听不懂他在什么，可能魔法师的语言一般人不会了解。下一队，什么都关卡都难不倒，什么怪物都会吓跑，什么机关都逃得了，什么食物都吃到饱。大家好，我们是惊奇。惊奇是超人吗？惊奇超丢脸的，最后那一句话好像是介绍自己是偶像团体的方式，如果队名好听一点也就算了。无额头，无额。下一队，看我有掌，有掌，看我绵掌，看我的油绵双掌，油绵双掌，油绵不是油电哦，油电啊，对不起我讲错了，油电双掌，点点点油电酸掌，店长什么店？感觉很厉害，怎么没有人拍手？油电酸掌，油电酸掌是油店长啊、你电电就好啊。下一队，什么丽丽锄，什么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飧，粒粒粒粒皆辛苦，什么东西啊？粒粒皆辛苦。好了好了好了，漫长的队伍终于结束了，魔法阵开启。各位游者站在魔法阵中，就会有传送至第一关，每晚往后每一关如果晋级就可以通过魔法阵，就会往下一关，关卡共有5关啊、请各位勇者加油吧。冲过去冲过去，等等先存档啊，你们都一直叫我存档。喂喂，主人音无提示，这里有天空步道。哎哟，这时候就是要看这个秘技是不是，别跳古塔。秘技一有5关，第一个是别跳古塔，别跳古塔 OK 啊，特别的柜子，别跳古塔。喂，咻咻咻，传送。存，我刚才就存档啦。别跳古卡。麦克风试音啊、我听到你们的声音了。管家老爷爷你在哪里？我在比赛监控室。好了，这不是重点，大家来到 B 个 Design 啊，是天空步道，原本是公主散步的地方，为了改造比赛成这样子。道路上有许多障碍物，请跳过障碍物，道路上也会有陷阱啊，请务必小心，本回合彩淘汰制最后一个队伍淘汰。那么请听到起跑声之后按住左键及 shift， 按住 W 是跳，预备。喂，跑了跑了跑跑跑，你们太邪恶了，跑太快了吧。喂喂，别跳古塔。别跳古塔。喂，别跳古塔。别跳古塔。我跳到古塔了，对不起。别跳古塔啊、拜拜，回到标题画面啊，读一下档啦。找回旧回忆，别跳古塔。我不小心碰到古塔，我是不小心碰到的，我不是故意要跳古塔的。好了好了好了，再来一次。Ready go， 预备跑。跑跑跑，我跑到哪里了？喂喂喂，别跳古塔。为什么他们都有古塔，我没有跳古塔了。喂喂喂喂，刚刚哦要跳 哦我刚刚有跳啊，因为我刚刚早就到达队伍了，只是跳过头了。我刚刚跳过头了啊、我刚刚跳过头了，难怪啊、难怪没有成功。现在嘞现在怎样？最后一人啊，焦糖玛奇朵，不好意思你淘汰了。跳了啊！其他队伍晋级。我刚才想说，我穿过终点线，为什么没有文字？原来是跳过终点线，不能算穿过，是不是？太邪恶了。
好了好了好了，第二关是什么？第二关是秘鲁公主琴房，跳过头，原来如此，我刚刚以为是有问题嘞。看一下秘技，秘技是用在这里了，特别的柜子，别跳古塔，所以就是要跳古塔，是不是？他骗我什么秘籍嘛？我现在对秘籍要深刻的怀疑了。嗯，别跳古塔。嗯，别的柜子，那种特别的柜子。好，我们来了，特别的柜子，存档。蹲蹲蹲，哎呦，特别的柜子，这里是什么东西？有一张说明哎，这里是秘鲁公主的琴房，请在房间，请将门口的黑琴推回房间右上角房间右上角钢琴的正前方，请使用空白键。房子里的盖布罐子可以推动，花盆无法推动。诶，按上 Q 可以退回游戏标题，重来游戏。不过眼见不一定为凭，或许不能移动的东西说不定可以移动，可以使用任何手段，技能也可以。感觉这个资讯就有要推这个，是不是？哦，要推这个，那先可不可以把这些东西先推走啊？这些东西超碍事的。诶，这个不能推，不能推，把这个推进去，推，这个再推就走不进去咯。嗯，可恶啊！先清出一条路好了。推，哎，这个要怎么推？这个只能往这里推而已。喂，推，还要到正前方是不是？正前方是这里吗？是推到这里。哦，推到这里哦，先把它推进来。推，特别的柜子，这个柜子是不是可以推啊？特别的柜子，哎呀，痛，居然有人踩过了，跟我说对不起啊，对不起。哎，原来花盆可以踩过去哦，那个花盆可以踩过去，那其他花盆可不可以？其他花盆行不行啊？从那边推过去就不行啦、啊、可以跳是不是？哦，可以跳，早说嘛。哦，使用任何规则。哎呦，居然被你发现了，好吧，我帮你开路，这是秘密哦，别告诉别人。哎，帮我开路了。哎，这么轻松哦。诶，破关了。破关了，不好意思啊，破关了。Jump, 哦，我 Jump 了。诶，我破关了。噔噔噔噔噔噔，特别的柜子。哎呦，推来了。诶，恭喜你们通关啊，传送至下一个比赛场地。最后一组是 Hello, 你好吗？闯关失败遭淘汰。哎呦，成功了。哎呦，小精灵的房间。哎呦，秘技很好用诶。房间右上角哦，房间右上角，好了，我们记住了。走，房间的右上角，存档。咚噜，房间右上角有什么？这是在干什么？这也是小精灵的房间。他们想玩鬼抓人，但是没有任何精灵愿意当鬼。你进来就由你当鬼好了。一分钟抓到20只小精灵。哦，要抓到20只哎！按空白键。按 Shift 可以跑。我一抓小精灵，要进入四，一分钟之内要抓到。哦哟、哦，右上角什么？要不要隐形盖框？要不要按下去？好，按下去。小精灵听到钟声了，哦，变慢了。哦，抓到20只。哦，他们变慢了。这里又有啊，再来按一下，可不可以重复按？不行哦，不能重复按哦。为什么不能重复按？蹲蹲蹲蹲蹲！哎，我抓到几只了？不要跑啊！不要跑，小精灵不要跑啊！蹲蹲蹲蹲蹲！哎，剩最后一只了，你不要跑，不要跑啊！不要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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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跑！不要再跑了，不要跑，不要跑，不要跑！哦耶！谢谢你陪我们玩啊，在现实内抓到我们了，厉害！我们带你到下一关。听说邮电那一组没有把小精灵抓完，被淘汰的人笑。邮电双掌被淘汰了啊！有人作弊，第四迷宫第三层，我有秘技啊！什么？走错会回原点，什么东西啊？走错的地方就会回到原点，是不是？所以我如果回到原点，那条路就是错的，是不是？喂，走错会回原点，